由任俄敏豪、黄明炫主持 NBC 歌谣大祭典在31日晚间登场，当天邀来41组艺人轮番表演，与大家共度2023年的最后一天。没想到当晚却传出有偶像惨摔在地，还被背下舞台引起关注。据了解，当天 LeBoyz 在户外舞台进行彩排时，因高难度的编舞以及场地湿滑，导致成员 Eric 在做完被抛出去的舞蹈动作后，整个人滑倒在地，让现场粉丝们都被吓了一跳。而彩排结束后 ，Eric 也被粉丝拍到被掀在背下舞台，让看到影片的网友们纷纷痛批舞蹈太危险了，而且还是在户外表演，拜托别再编这种要抛成员的舞蹈了，健康比舞台更重要，希望他没有伤得很严重。